Going all crazy, shooting every car. 这起冲撞案发生在南加州城县米圣维埃和一处商业停车场。期间多位围观者试图叫停，都无法停止该女疯狂行径。冲撞期间，女司机更试图冲撞阻碍者，围观者也试图上前理论，不停大喊下车，围观者却纷纷劝让她继续吧。嚣张的行径让警方与 CHP 联手在高速公路上封路，试图将该名女子抓停归案，最终在双方协力下成功将该名疯狂司机抓捕成功。